天津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三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。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悉，9月27日18时至28日18时，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累计报告147例，其中男性82例，女性65例，至日出院144例，病亡3例。9月27日18时至28日18时，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0例，至日出院327例，在院13例，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，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。9月27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，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。